TVB 新劇《反黑英雄》昨晚首播，有網民大讚劇集情節緊湊，亦都有網民睇完《反黑英雄》之後在小紅書發文指袁偉豪老了很多，貼文引來了大批的網民留言，更加有人指袁偉豪斷崖式衰老，同埋是不是沒有保養啊。對於被網民指斷崖式衰老，袁偉豪竟然親自留言回覆網民，講話天堂哥已經是七年前，老都是正常啊。而發文的網民就回應說，大家都只是關心偶像，怕袁偉豪捱壞啊。